为阿根廷拿下2022年世界杯冠军的球星梅西，上个月底呢收获了职业生涯当中第八座金球奖，碾压五次赢得金球奖的劲敌葡萄牙的名将 C 罗。梅西隶属的迈阿密国际特别为他举办了金球纪念赛，赛前还让梅西捧杯来到了现场，迎接球迷的欢呼。梅西星期五来到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主场体育馆，感谢球迷的支持，也希望未来继续风雨同舟。尽管赛季已经结束，但是迈阿密国际为了庆祝球队收获第一座金球奖，特意邀请纽约城踢一场友谊赛。虽然在金球奖评审周期，梅西大部分的时间都为巴黎圣日耳曼效力，但是颁奖的时候他已经加盟迈阿密国际，所以让美职联赚到了第一座金球奖。